谁在跟我说话？为什么你们一直要跟我说话？而且我的血量马上回满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是被敲了很多枪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吓死我了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呢要来玩杰夫杀手，没错，这一款呢是观众推荐玩的，原版的我好像找不到，我只找到这个的 Asylum 庇护所，所以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它应该是跟普通的杰夫杀手一样的吧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杰夫杀手究竟有多恐怖吧。哎呦，我们现在在外面哦，我记得我们应该会有枪的才对啊，枪呢？哎，这辆车好熟悉哦，在哪里看过啊？沿着这条路到庇护所 ，OK， 汽车应该是没油了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这路也太长了吧？等一下，真的是沿着这条路走吗？哎呦呦呦，看到。房子，看到房子，杰夫，所以我们是杰夫杀手吗？还是杰夫杀手另外有其人？然后我们是杰夫，血迹哪里啊？哦，血迹耶，太不明显了吧？我们现在要搜寻这间房子，找到武器啊。OK， 马上就想要找武器，为什么不是找油呢？你不是要离开这里吗？哎，有一把枪。哎，不对，那是子弹，枪呢？为什么只有子弹？枪在哪里？这楼梯也太小了吧，这楼梯。我可以上去耶，二楼外面没有枪，可是有一个人，走开啦，这个推不动耶。哎，刚刚窗外有人吗？没有，不要吓自己。上面哦，怎么又有一个那个假人呢？有头耶，然后有一个钥匙跟子弹，还有枪。Yeah， 好，我们拿到一个奇怪的钥匙，不知道放哪里的。走吧，我们出去吧。既然外面有血迹，代表有敌人在附近。哦，教堂吗？豪宅？为什么我去这种地方？我是谁？为什么会用枪？用一下，我怎么用？不是用枪啦，我用钥匙啦。哎呦呦呦呦，开门了，不要关回去啦。哦，找到八张照片，来摧毁杰夫杀手。为什么是找照片啊？是吗？开门，有一个 SM 椅啊。OK。哦，你好啊，杰夫。我们这边有血迹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去。等下声音很靠近，什么声音？哪里？在哪里？人在哪里 ？Hello！ 你要是敢跟我出……哦，尸体，不是，还不会跳起来，还很好很好。哟，啊！谁在讲话？谁在说话？开门！开不了这个门！不要说话啦哦！让我好好的玩游戏不行吗？啊！我的枪没屁用，等下我的枪没屁用，有，浪费太多子弹了吧？这门可以打开吗？有，打开了。哦，医疗室呢？我现在只想要子弹。谁？照片，拿到椅子照片了。谁？最好给我快点出来，不要装神弄鬼哦！我知道你们都拿刀的。只有我会拿枪，所以你们是绝对赢不了我的。哼，用了11发子弹，这什么？是要赶的子弹吗？哎，哦，死路呢？那我们就要进这间哦。芝麻开门。OK， 有尸体，这尸体感觉会动起来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先留起来，先留着。哎呦吼吼！我赢了，杰夫杀手。就这样，我们往回走吧。一定是还有哪里没看到，这可以打开吗？不是，哎，照片。呜呼，区区一个杰夫杀手，我有了太强的武器了，我现在完全自信爆表啊！哦 ，OK， 我们现在要去这边了。OK， 开门。哈，要找钥匙？你从这来说，我又走回去哦。这个是钥匙吗？却我刚刚看到了，你是钥匙吗？拿不起来呢。医生，你身上有钥匙吗？医生，而且你的尸体也太僵硬了吧，这边是很冷哦。哎呦，你们怎么都站起来了？哎，你们刚刚是这样的吗？不是吧？还是说钥匙藏在你们下面，所以你们站起来给我找？应该不会有这么好心的尸体吧？你的里面有钥匙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藏在你的里面。要不要看一下？让我检查一下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看一下有没有胸部啊？哎，有哎，她是女的哦哦，钥匙在这里啦哦，终于拿到了啦！准备好你的手感，我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了。不管出现是不是人类，都把他杀掉。必须下定决心，会在这个地方的人都不是正常人。开门啦！有了，来到中庭了。然后我看到有一个长得很奇怪的人走过来啊，嘎嘣，很好，嘎嘣，两箱才可以，有点弱啊。这边亮亮的东西，这边这什么东西？摇头丸吗？我最喜欢摇头。哦，没有，是子弹。没有，我子弹我也喜欢。我谁说摇头丸了？我没有说。OK， 这边有一个哦，这是我的代步工具吗？我终于找到我的车，我可以离开。谁？
谁在门里面吗？我帮你开门了哦。有吗？你要来吗？不见了，他的声音。哦哦，我看到他了，他来了，不要管他了，他来了又不会怎样，还蛮简单的耶，警服杀手。对我们这种玩了很多恐怖游戏的玩家来说，小 case 嘛。为什么会有你？好痛！为什么会有小子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你从床上跳下来的吗？嘿，你好啊！他好好大哦，他小子的比较恐怖，这什么游戏啦？开门！哦，停时间啊啊啊！谁在跟我说话？为什么你们一直在跟我说话？而且我的血量马上回满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是被敲了很多枪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吓死我了！开门，你好，邻居。都没有照片呢。谁 ？Oh my god， 是小孩的声音，一定是在里面。没有人呢。有了，找到一张了，杰夫杀手的照片。抱歉啊，杰夫杀手。你很会呢，躲着吓我。哎呦，有，这边有一张杰夫杀手照片，我收集到四张了。这边有一张。那，你从哪里出来的？为什么没有声音啊？学会静音模式了呢。有一张。六张了，剩下两张我就可以赢了。外面还有别条路吗？外面，有七张 ，OK，Nice。有刀刀可以拿哇，我有砍刀啦，我接下来可以用砍刀啦。你看它有刀痕的好酷哦。最好用刀砍，可以出现这么多火花的啦。很好，这床铺是硬的，下面这个床铺呢，很好，也是铁质的，难怪这边病人都会死翘翘啊。为什么你会有血迹啦？你是肉哦！你怎么在这种地方？哎呦，拿到八张了，你死定了，杰夫杀手！我现在干嘛？哎呦，布置的很好嘛！前面有个杰夫，且以死战吧，杰夫！对你的尊敬，我用剑跟你比，看谁的剑法比较厉害。刀剑神域上演了。奇怪，我不是在玩恐怖游戏吗？你的剑技也太差了吧。 OK， 赢了，我赢了，哈哈。就这样，所以我要回去咯。不对，不能回去。可以，回去了。看来杰夫杀手是真的，在下一章节再继续。没有下一章节啊，有吗？好的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呢就先到这边结束吧。这一款杰夫杀手呢玩起来还蛮简单的嘛，除了他突然间出现我背后之外，我几乎都没有被吓到吧。我们再去找找看有没有第二章、第三章吧，因为他居然都说了有继续的，那应该会有吧。喜欢的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什么推荐我玩的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